始终政治考默契，再玩下去实在太伤感情。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有了吗？有。一二三，果汁，果汁。我也要果汁啊，好简单的果汁。好事啊，甘蔗汁。主厨说什么？甘蔗汤。甘蔗，甘蔗，甘蔗。他讲甘蔗嘞，我好歹是个果汁，沾你个头嘞，甘蔗汤。这个很简单。我有。有。一二三，酸梅汤。你们怎么这样？太不给奶哥面子了吧！以下选项属于：想逃走、想靠近，还是难过？来，林香。林香，没洗澡的林香。合理呀，合理。难过。跟奶哥接吻。奶哥，不录了。精彩欧巴秀的天才冲冲冲，100秒后登场！天才冲冲冲！来，新单元益智游戏。耶！好了，今天很多没有玩过的哈，没有玩过，但是因为他们来宣传的，来，来介绍我们来宣传的哈。好，听到名字跑不出的，小林香、小易。小龙女，这个叫什么电子写真？没有没有，我的这本叫做香水，香水，对，然后它已经上架了，可以在我们公司的官网买得到。是实体的，实体的，对，我这本是实体的。那除此之外呢，我跟小龙女们他们也有一拍一版，就是合体的写真，合体的写真，哎呦，有六个人的，七个，然后是小龙女第一次出写真，对，那你们觉得只有这样子吗？包那么紧吗？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有白的白的包。这次有实体书了，电子的，然后会在就是9月27号的时候会线上发行，对，然后这次也有跟讲坛社，日本的讲坛社合作，所以日本也会有我们的写真，对，台湾日本同时发行，对，哇，太好了，好，谢谢两位哈，香水啊，谢谢，恭喜祝福你们，好，来要继续哦，欢迎没宣传的啊，潘应祖。然后不知道在举什么的大哥，王振波、林佳怡，来来，我们这边哈，来雨婷、陈大天、林欣、杨孝慧，好，好，蔡璇，看谁先生，来哦来，那时候不，哎呦，终于赢了啊，来，给我们看一下，看看我们有多厉害哈，来，奶奶的各位。一共只有三回合，前面两回合是全员可以提示。对对对对，来一次派五位，休三位。好的，我看可以提示的，你不要跑，可以提示的。不好意思，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啊？你要你要你要，谢谢大家，你给爆。他现在打扮这样子，我刚刚这样走，好像志村健。志村健，我知道，像不像？你家有背裤吗？我刚才一直在想，他像什么？好像找到了，他也要就是要戴那个假发，有没有？戴婆婆那个。好了，不是谈话性节目。每次拿那么高的通告费，一天到晚休息，对不对？前面比较简单。对呀，这个简单，还有人提示，我先休息。好吧，你们玩，你们玩。前面好的，好吧。五个哎，那来来先玩，那来先。心情不好，那你们玩。再修两个。对，来来来，当我请，当我请。再修两个。全员提示啊，全员提示。好，这样也好看，好可以了。好，不含休息。奶哥会全员在提示，奶哥全员。超提示哦，不要忘我。这个组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怕怕的。你们组合那个看不上吗？全员提示，不包括休息区的啊，要注意一下。好，你转这个盘，来，你们两个有几个字？三个字，三个字。来，准备益智游戏，150秒，准备计时。荨麻疹，荨麻疹，哇，我保留荨，哦，寻梦园，他叫这个荨啊，那个，
做同样的字，要同样。没有。那什么是食物？你可以保留中间第二个。哦。然后是。你可以保留。圆圆的。麻啊，我保留麻，麻辣锅。麻的麻的第二个字。麻在第二个字啦。圆圆的。难怪他刚刚想。麻辣炸的。哦。芝麻球。保留麻哈，芝麻球来。过了，快。然后最后一个保留球，橄榄球。对，快快快。保留球，打羽球。快快快快！打篮球，保留球，打棒球。好，快快快！他打保留球，不能球要换了。打保留保留打打手枪。对，好很好，快快快！我保留手起手式，起手式，起手式，起手式。保留打，还有很多字。好，你保留保留。保留手拿手菜。对啊。拿手菜漂亮，很好。保留菜，空心菜。好，菜菜快快菜。保留多菜。那个大陆妹的菜，那个有什么大陆妹的菜？有那种就是客家的那种。大陆妹有菜，客家的那种。空心菜不是。讲过了。低低的相反，第一个是低的。高丽菜。哦，可以可以可以。保留菜，橄榄菜。对，橄榄菜，甘蓝菜。还可以保留耳鸣。还可以啊。甘蓝啊，很多菜。快快快啊！保留菜啊。大的那个香粉大白菜啊，小白菜。对。想要讲小白菜。小白菜可以。小白菜。小白菜，来换你。小白菜，菜可以讲几个？讲一个。保留没了，菜没了。菜没了，换。小小朋友，快快快，小朋友。小，小芝麻。小芝麻。小芝麻，快快快快快，好啊，快。小芝麻，小芝麻，保留小。小啊，快。小婴儿。哦，对对对，很好。保留小小鼻子。对啊。然后保留小小鼻子，小白兔你可以。小白兔。小白兔可以啊。小白，不要换了，那保留鼻，保留纸好了，纸啦，对对对对对，三十秒到那个卫生纸，那个不是不是卫生纸，菜菜纸，菜保留中岛菜菜纸，这个真的好可爱，菜菜中岛菜菜，人家说你这个啊这个这个你保留，我那我保留笔好了，擤鼻涕，擤鼻涕，你要保留鼻涕，你保留鼻，保留鼻，要保留鼻涕，擦鼻涕，保留鼻，大鼻孔。大鼻孔可以，大鼻孔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哈，压线。哎，我们其实表现得不错，蛮好，不错啊。三个字也不错，而且都找到那个最要最到那个好好巧。有小来有大，提示很久。还有菜，不错，有信心，很强。那个林香啊，那个保留菜。大陆妹的那个菜，你觉得会不好接啊？他就叫大陆妹，我忘记他叫大陆妹，我知道他是绿色的菜。对，可以可以可以。你虽然没玩过，也不难玩嘛，对不对？我觉得很可怕。不要说这个丧气话，紧张，表现得不错啊，好不好？蛮好的，不错，不错，不错，哎，答对有19分呐，非常好，不算差，不算差，还行还行，行，起立，休，来派五位，休休休，你们五个，你们两个休息，好，休，我们五个，上，小易上，上，上，来转，来五个字，五个字啊，五个字啊，五个字啊，五个，五个。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哈，好来哦，益智游戏150秒计时开始，益智游戏，哪个益智？你要益智游戏啊？对啊，多了。游戏保留游，心理游戏，水水继续，保留游，对，四海游龙，水保留游，大地游戏，可以啊，很好，保留游。保留有猜拳游戏，猜拳游戏啊，猜拳就是猜拳，什么什么猜拳游戏，其实可以吧，我们都可以。那我们要踢石头游戏，你要踢他，踢他，踢你他，保留一样啦，保留有。你看我衣服看起来像有台哪一个外景节目？哦，看不出来，保留有，看不出来。林香是一大爆发，连连得分惊艳全场，很简单哦，转身快，这很多啊，一分，哎，太简单，太简单，太简单。这简单，这很简单。这个就转身了吧？圈圈，哇，又是拉拉队，这个红，这个红，这个红。梦姐，没到，梦姐，又是拉拉队，同时吧，林香靠你啦，转身。哎。益智游戏150秒计时开始，益智游戏，哪个益智？你要益智游戏啊？对啊，多了。
游戏保留游，心理游戏。水水继续。保留游，对，四海游龙。水保留游，大地游戏可以啊。很好。保留游。保留有猜拳游戏，猜拳游戏啊，猜拳就是猜拳，什么什么猜拳游戏，其实可以吧，我们都可以。那我们要踢石头游戏，踢啊踢他踢他踢他，保留一样啦。保留有，你看我衣服看起来像有台哪一个外景节目？哦，看不出来，还不有台，看不出来。就是你想第二游戏，第二游戏，哎，你刚比啊比啊，你刚比了不行了，比了不可以，不能啊，不行，那保留大，保留大。这游戏不能用，往上往上往上。这游戏不能用了。保留大大片草原。大片草原。大片草原。保留大大。救他。可以，可以了，你先靠自己，人家在救你。靠自己，很多人怕。你什么都可以征服，你可以救他，都可以征服。很聪明，可是假装很笨。什么都可以征服。大大。对对，赌博的时候，赌博的时候。嗯，快点，手不要比，手不要比，讲清楚一点。用脑子想，你很厉害，但是聪明聪明的话，他是怎么大，然后当然很装笨，冷静一点，大，完了，我加油，没事没事，给他别的，给他别的，好，我给你别的，大最简单了，哎，大大大大大大，你很聪明，但是人家说你不好，大学，大保留大大大小小，对对，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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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吗？快点快点，我保，你好了，我保留小，最后一个小，比方说赤林国小 ，OK， 快快快，保留小吴兴国小，好，很好，来，快点，快点，继续，保留小长春国小，很好，来，继续，保留小在兴国小，很好，来，再来，保留小，要换了，要换，你保留第三，要换了，要换了，第三个保留，然后长大了，知道吗？对啊，会变不上，快快快，保留国，对，然后板桥国中，好，淡水国中，国中来。对，信国信义国中，对对对对，保留国大同国中，很好，继续讲。保留国大直国中，好，再来来一个 popular 的，你讲，你讲回士林，你讲回士林，啊，士林，对，也是士林，旁对对，士林国中，好，不行讲士林的，士林啦，旁边一点，旁边一点的，旁边一点，你念什么国中？你念什么国中？哇哇，小印，这边讲一个，然后就讲北投国中到我就会北投车站，然后我们就一直车站站，然后再讲地址，就可以换很多。这个当年啊，绕到最后每次都在讲这个，对，又变车站又变国中国小。小印卡太久了，小印，我们这样就今天就好不好？男人都获胜赢了。你那个大很多，还有大地大中制胜啊，大小肉鱼，还有游戏，还有国王游戏啊。对蛮多的，大肠面线啊！哎呦哎呦，好饿哦！在下面都很厉害啊，很厉害，没有啦，好不好？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他打几题？十三题，哎呀，太少了。OK 的 ，OK 的，来，我们攻守交换 ，OK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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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个下来 ，OK 的，再两个下来 ，OK 的，来，大天一星，行，哎。请转盘，来哦，抢分抢分，来哦，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哎，四个字，四个字哦，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字，镜头看真，这边看真，没错没错，五个镜头为准，五个，难哦，谢谢，五个字比较难哦，没办法那么多，益智游戏，糟糕，150秒准备。复仇者联盟哦哦，哇塞，看那么多哇，五个字好难哦，很多啊，复兴，你保留复兴战有复我跟你讲，你保留后面，然后有前面还有一个什么联盟啊，啊联盟大哎那个大什么联盟，那个美国那个叫大。不是不是三个是是是美国是保留后面两个对啊联盟啊对啊是美国然后大什么联盟对那个美国你帮我猜答案对然后大联者对大联者刚刚讲大对中间两个字是海然后有沙海不是不是海有东南北哦大西然后海什么海运海啸牛的好朋友是什么牛的朋友牙牙对对龙可以是马什么大什么你敢不要名字讲这两个字啦对呀大东南什么大西洋联盟对啦大西洋联盟那你换一个
羊，换一个羊，大大三什么子？三岛菜菜子，三岛菜菜子，基隆。对，所以是三什么字？我跟你讲，你就直接再重讲一次，因为他另外一个电影，他刚好一模一样，但他第一个字不一样。对，复，你就直接重复再讲一次就好。复仇者联盟。对，另外一个复，他是那个，他是那个妇女的妇。哦，太平洋联盟，太平洋联盟，太平洋联盟啊，有啦，太平洋联盟好像有，去查，他是。太平洋联盟有啊，去查看看，好像有，有。太平洋到，太平是留几个字啊？太平洋，太平洋沙滩。太平洋，蛮好的，蛮好。这么难啊？五个字吗？太平，保留两个吗？太平，海运有吗？太平，对，那个，我们你刚刚说不要再讲的那些东西，有国中有话，快没了。什么？哦，对呀。哦。太过不去呀。太平，太开心，太。太太平火车站，有太平火车站，太平山缆车，什么国大联盟就好了，我不知道，没听过。太平山林场，日本，对，宜兰，太平洋海域吗？哎，五个字好难哦，很难，出题难，海域，大西洋海域，对啊，对啊，我想拿美国大联盟，直棒大联盟也可以，美国大联盟就可以了，拿给美国大联盟，美国小联盟，啊，对啊，棒，对啊，太难了，我们看棒球，好难，一心跟大天完全没。有，我是第二个，其实是我答的。来哦，叫张文琪去赢。你五个字最低分数也是两分哦，第三也是两分。第一次玩，难，来，你们上，我们八分，上。哦，这组合蛮强的。来喽。那你有种用就五个字啊，不要转啊。对啊，我抢。没有哦。没等，不要不要，五个字好难，落后哎，两个字是不是？好烂。好了，那刚刚我们那大西洋联盟有了，对，来来喽，难了，太难了。不要五个字都好，不要五个字哦。不要。哎，太独立了，太独立了，怎么了？不是，这有问题吗？不是，我们落后这么多，有问题吗？没问题吗？我们落后没问题。好了，转了，好玩了，开玩笑。刚不是转了吗？我刚刚怎么转去了？我忘记了。我们再一次，不然这样人家对不对？公平再一次，公平。四个字，公平公正公开。啊，四个字也简单啦。好，不要再讲车站，不要再讲什么国中国小，八题就平手了。好，好，你好不好？来哦，第四游戏，我再找一个难一点。难的呢？不要。四个。魑魅魍魉，太难了吧？这个不要难，是在选。我们讨论五分钟，讨论一下，计时开始。不要啦，不要这样啦，还落后哎。真的是真的，哎，我们落后，不要这样。就这样，这个字很简单啊。我就是这个啦。好了，来，准备啊，大根加油。好，益智游戏，好，150秒，计时开始，早出晚归。早出晚归，我保留，怎样呢？早谁啊？怎么我要早？你可以保留第二个字，就是太阳升起，然后怎么又降下来是什么？那太阳升起又降下。哎，这个很难哎。没有，这个可以泡的，没有错。啊，来，我保留第二个字，日出东方。啊，可以。我保留日出茶太，我保留日出日落。啊，我保留日出温泉。哦，日出温泉。哎呦，保留后面两个字啊，还有很多。温泉，我保留温。找个地名，找个地名给他就好了。台中温泉啊，还有什么？没有了。台东有一个，台东有一个。找个地名，来，淡水红树林、竹围、关渡、北投温泉。对，我乌来温泉，我保留温，我乌来温泉。礁溪温泉，我保留温泉，资本温泉。哦哟，资本温泉要换的是。那就第一个字啊。然后就是。来，我保留知书达理。对，可以。知书达理，知。是还有哦，有，我跟你讲，我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不简单。知书者也，好，可以。什么？那是什么？知乎者也，不是那个知书者也，知啊也不是那个知，不是那个知。我会把这个人放在最好的工作上面，厉害，知人善用。对，对啊，知人善用，知人善用吗？对啊，是。
不是用吧？第四个字很像不是，没有这个字。第四个字是不是个字？知人善任，对不对？知人善任。你有吗？你有吗？我保留人。对对对对对，好。小人得志，哎，好，很好。我保人，我保人。第一个保留，第一个也可以。小可以啊。小还有啊，小很多，随便啊。小哎，有什么？给你保留第二个字，然后重复的叠字啊。什么？第二个字跟第一个字一样的。电线杆上会有了，电线杆上会有了。不是，那我的很简单，你保留第二个字，然后第二个字跟第二个字是一样的。啊，小人。不是，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人人为我。对啊，电线杆上有为我。然后我保留人，人性本善。哎，我所以保留人性本善呐。那就一样。那我来了，我保留人，人性本恶。对对对。人云亦云。漂亮漂亮，我还可以人吗？可以。我保留人。人那个没有人山人海，可以，好好好，那我保留海，福如东海，好来，我保留福气安康，啊福什么福气安康，福气安康，有有有有有有，福气安康有，福气安康，福气安康有，有安康，我没听过福气安康，有有有有有，我真没听过，那我现在祝您福气安康，我不用不用，福气安康，不要了，因为我想。我有福如东海就好了，福如东海是福气，有福气安康吗？有的，有，应该有吧？有啊，有一个偶像剧就叫福气安康，他叫福气又安康。来，请阿寿。对啊，对啊，福气安康。世界上大概有两趴的人，其实没关系，哪个我们的应该领先很多分了。我觉得这个就太多了，像你，像你。大概这才是重点，你要在伤口上撒盐。不，一分哎，一分也是要的，别开玩笑。一分，对啊，待会儿没得提示了，十八分。哇，也还好吧，也没落后多少啦。二十二比三十一，也才十一分啊，怎样？还好啊。对啊，他们都分九分，他们俩我们俩说到九分了哦，五个，我们是二十二啊。哦哦，还好，我们还好啦，还好啦，还好。对呀，对呀，等下他们五个字我们就赢了，三个字就赢。对呀，来，那最后一round是只能下架提示，只能下架提示。好，来，攻守交换。哎，大爹做第一个，我做第一个，你做第一个，这样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做过第一个，可以了。哦，你做过第一个了。反正第一个是要能做，你们是在警察不要叫他已经做第一个嘛，已经做第一个，就顺做。这只是一个游戏，顺做。安抚一下，叫第一个。安抚他一下，对，你就做。安抚他一下。好了好了，位置没有关系了，坐的，来请坐，请坐。没关系了，随便呢。我讲，我们只要摇到三，他们摇到五，他们就输了。我摇到五就输。好手气，好手气，好手气。再摇到五，他们输。再摇到五，三三三三。漂亮，好不好？漂亮的，好，来准备益智游戏，转到三字部，一百五十秒，准备。巨无霸，巨无霸，巨帮他无，巨啊，巨的，巨巨。原来懒懒都是靠这个赚钱的呀。林香，林香，没洗澡的林香。合理呀，合理呀，还有人要买我穿过的袜子哎。对，有原味的。有啦，有人跟我开价。确定是内裤？开多少？开多少？多少？开多少？丝袜多少？原味丝袜多少钱？150。好，你现在卖了几双了？那你不敢卖，你为什么会换车子？哦，没查出来。他不止换车子，他还买房子。平台冲冲冲！好，来准备益智游戏，转到三字部，一百五十秒，准备。巨无霸。巨无霸，巨帮他无，巨啊，巨巨巨无霸无无，我不能。巨这么简单哟，巨啊，好痛苦，哎，大天，加油加油，巨，好呀，你有的，既然你有的，你有巨乳，对，妹。哎呀，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不是不行啊，可以啊，巨如妹啊，有巨，还没有到爆啊，巨小的相反，巨大，
小的相反，你保留，保留霸。哈笑有生什么病？保留霸。哦。然后呢？然后什么东西保留大？小的没有大。相反。大小的相反，小的相反，不能演，不能比，不能比，小的相反，大大。你知道他刚已经讲巨乳了，那补一个字就对了哦。巨乳，它是一种病。巨乳症，对，巨乳症。那就还有一个，就长得比较高的，长得比较高的一种症，保留巨，巨高症。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巨不正那个巨，巨高症，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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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忧郁症，忧郁症，忧郁症，保留症，忧郁症，保留症，焦虑症，保留症，嗜睡症，很好。还有保留症，保留症，要换，要换，要换了。保留睡，睡啊。提示他，提示他，是那个有个电影啊，这样子啊，哎一个。那个是第二个字，不是第二个字。睡睡睡，有电影吗？有没有？有很多那个王子。是血虫。是血虫。是血虫有没有？是血虫应该没有，应该没有这个东西。你保留睡嘛，睡有一个有个正不能讲。女孩子啊。睡症。杨秀慧跟你讲，你讲睡美人不是那个摆第二个字，睡要在第二个字，对，哦，应该让他鼓，要在都要最对位置的，可以重启一次的，没有啦，林奕馨那个去嗜睡症太难了，对，太难了，那我重启一个，在上面啊，很多很多，算了算了，过，焦虑症、忧郁症讲过了，讲过了，躁郁症，哇，躁郁症，那大头症呢？焦啊，焦的，焦虑症，焦板凡，焦板凡，焦恩俊，大头症也很，大头症也很多大了。没关系，我们还是表现得很好，好不好？来，我们走，太久了，不错哎。OK， 不用录啦，反正赢啦。那我休息。那完了，现在是完了。来，恭喜陈晨又获胜。我们国宝真的假的？他们已经赢了。敢不敢五个字？对不对？你们玩一场五个字。敢不敢五个字？不要不要不要吗？反正都输了，他们赢二十分也是赢，赢五十分也是赢。哦，五个字，直接五个字玩啊！五个字啊！上，全部卡住是怎样？我再讲一下，我力做不到。不用，到啊！来，一个平手气。会不会从我就卡住了？不会了，要转，要提示我，要转啊！转啊！我要，没有，不是太难的了，别闹。OK， 有默契，可以的。三个字，应该是五。啊！吓死我！好吧，来三个字。哈哈哈哈哈哈！别激动，来哥，别激动，来，准备哦。三个字。好，益智游戏150秒。毕卡索。毕卡索。哇，好想提示哦！攀绳索可以吗？没有，什么锁？不是那个锁，不是那个锁，毕业展，保留毕业展，毕业展，对，再来，保留毕业季，保留毕业生，很好，保留毕书尽，哦，哇，这很难哎。毕书尽，再来啊！再来啊！我搞白日毕书尽，三个字很简单啊！要不要重启？可以重启。我是觉得这个我重启好，我保留生，研究生。啊研究生，保留生，保留生，大学生，很好。大学生，保留生，小学生，很好。保留生，国中生，很好。保留生。又搞这个啦，你看到没有？第四个保留国中部，国中部有，我保留部教育部，很好，哇，好多的三个字好简单。我保留部不能讲，很多部，大胸部，正部在让哦，在让哦，在让，太假了，演太多了，教育部怎么样？政府单位啊，平常，财务部，财务部。我保留部总务部，保留部文化部，没有总务部吗？总务处没有总务部。保留部学务部，总有学务处，很执意哦。保留部会计部，
会计要有，文化部，文化部，法疗文化长。文化展，文化展，展展文化展，展文化展，文化展，什么？哪有文化展的？哪有文化展？展吗？文化展，文化园，文化园，文化园是什么？文化展，不是不是，哎，什么叫文化展？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橘。啊，文化局。对，哎，好，那我保留局，还能叫教育局。我保留局，警察局。保留局什么局？警察局还有打火的，打火单位那什么？哎，那叫什么？我怎么突然消防局？对，消防局。然后我保留局，文化局。文化观光，厉害，三个字很简单了，会太多了，举出不超多的，那是很简单，还好你选 B， 还好，对啊，毕业生，你选锁就难弄了，可以啊，可以选卡，读卡机，那就一堆机啊，对，那以后都给你们玩就好了，我们就不要玩了，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是运气不好，对，转到五，啊，四系比二系，恭喜陈天获胜，漂亮。好，来，这样四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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